这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50年老店的白咖啡。哦，白咖啡。对，这边跟刚刚是同一家，同一家。然后这个咖啡也很有名，对，因为它这个咖啡是低糖的，而且它利用中低烘焙的效果呢，把这个咖啡都烘焙出来，等于说减少它咖啡因的含量。哦。因为大家喝咖啡可能喝太多，可能有时候觉得咖啡因太多，对，等等的一些状况，它减低它咖啡因的含量。然后一样，它一包里面有40克，等于说你一杯就可以泡出浓浓的咖啡的感觉。哇，好喝吗？很浓，对不对？拍广告，好喝。质感。偶尔休息一下。是不是？好吸啊！太广告了。是冰的。导播，你一直不从我身上。我说导播，你要试着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。这个跟那个是做冰的好喝。然后还有温热的也可以，好喝哎，真的，主要是它很浓，很浓，对，我也觉得给我一个特色。那一样也是一包啊，这样子15，里面有15包，一杯大概10几块，好便宜，好便宜哦，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很便宜啊，白咖啡。